看看新闻网。的情况也很让人担忧。日前他在微博上透露，他和剧组在大敦煌影视城拍摄电视剧时遭遇附近村民的阻碍。同行们注意，拍戏千万别去甘肃省景泰县的大敦煌影视城，因为土地的纠纷，附近的大水栅村村民会封锁大门，集体包围每一个剧组，企图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8月12号晚，该村村民男女老少四五十人围堵了好家伙剧组近3个小时。新天地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身在剧组的宣传王希，对方表示确实发生了围堵事件，但村民们是因为和影视城存在纠纷，而不是剧组。因此，虽然当时有3个剧组在影视城内拍戏，但都没有和村民发生任何冲突。那这个事儿呢，就是说跟剧组没有关系。然后呢，是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影视城，然后和当地就是他在建的时候就跟当地村民在就是有一些土地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就在里边等着，然后等到那个就是等他们那个就是纠纷解决了，然后最后这个就给我们放出去了，就是这么一个事儿。那也没影响到你们拍摄是吧？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就是就都没，就是我们是在里边，他们是在外面，就是只是就是说把门口堵了。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